看，姚宝放学了。老师先表扬我啦。老师怎么表扬的？就是说表扬这位张世尧同学写的字又快又好看，难道你不觉得好看吗？我还没看到你的那个字呢。在书包里呢。书包里啊。你顺便把那个语文本拿出来，上面贴了一个小星星，一个小红花呢。这么厉害。对呀。那还不错嘛。不是我同学。爸爸，我表现这么好，你不给我奖励一下吗？奖励呀、啊，奖励你吃个大大的汉堡。我还想吃石榴。安排，走吧。Yes。逛超市，我存腰宝的书包，个子太矮入不上。爸爸，我先来吧。好，我来吧。爸爸，你看，这好像是喝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还带个吸管，这个。里面好像是那个渣儿。我也不知道，没吃过。我也是。挑一个石榴。葡萄美酒，月光杯。哦，来吧，装我们的葡萄。小鱼。龙虾。大虾。哎，我打不开了。那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的包裹取不出来了。对，因为我刚才那个是戴着口罩识别面容的，现在打不开了、走去那个收银台，去那个服务台。好。丰富的维生素，再加上一个大大的冰墩墩汉堡，来吧。现在开始制作我们的美容养颜石榴汁，石榴还有酸奶。第一步，先把石榴的帽子给打，沿着缝隙把它切成一朵小花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掰开。哇塞，很饱满，幸亏是我挑的。拿一个勺子，然后在这个石榴上面敲敲敲就可以下来。快的，哇，一次就成功。怎么紫紫的呢？是不是我加水加的太多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吧。行，我有点不敢吃。对，家没有过滤网，可以用这个棉纱布，就是医疗棉纱布。来吧，叮叮叮，哦，哎呀，差点没了，还剩下三分之一吧。对，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倒。哦，颜色不够深，是不是我水加多了？我先尝一口吧。嗯，看什么味道？甜吗？很好喝，但是就是没有太甜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——养乐多。这个好喝。这个好喝吧？我倒了哦。哎呀，变得粉粉的，我喜欢的那种颜色了。我先尝一口，看能喝吗？可以喝。好喝吗？好喝，这个石榴汁都是石榴的味道，根本就像榨得很完成的一样。那好喝吗？好喝。现在开启我们的美好晚餐吧，看宝宝。哇，好吃吗？太绝了，给你。嗯，谢谢。面包可多了，嗯，肌肉也挺多，这个东西。感觉我的身体充满了能量，疯狂的写字。喂，小蟑螂，疯狂读书。小弟弟会打刀，护住灰狼拉车，山羊不捉，老虎拉车谁都不撞。疯狂做家务。地也蹲完了，还有什么活要干吗？呀，时间到了，快去睡觉吧啊！不行，我现在要用十万的力气。不，我要干活，我要写字，我要读书，我要干家务活。